So he has already gone. Yes, right. And then I should just stay in my room and do nothing. Yeah, so if you're afraid, then we just change your room. 站在饭店柜台与工作人员、警察交涉，女子语气满是无奈，因为她稍早才经历了一场惊魂记。就在去年10月，健身教练网红 Avon 到南韩工作兼旅游，下榻宏大某间饭店。凌晨2点多，女助理外出帮忙买东西，回饭店搭电梯遭到陌生男子尾随。一开始以为只是同楼层住客，结果竟然连同闯进房间，因为他以为这个女生是一个人。 对，然后还好，他当时要进的房间是我的房间，对，所以我在里面，然后他大叫一声，尖叫一声，当下马上通知饭店报警，但警方迟迟没有到，直到自己打了电话，远警才抵达。更让他们傻眼的是，饭店警察的处理态度，饭店在这一块，他们却没有针对他们的可能管理疏失，或者是在安全管控这一块是有。 漏洞的去做任何的回应跟解释，他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处理，在现场耗了大概2、3个小时，他们才愿意让我们写类似的笔录单的东西。Avon 指控警方似乎迟迟不愿立案，还阻止录影，直到他们要打电话给驻韩办事处寻求协助，才愿意调阅电眼。但直到他们离开南韩，都不知道那名男子有没有被逮。只是这回经验也让治安问题浮上台面。我觉得各个国家都会有，就是比较安全跟比较不安全的部分。 不要因为是先进国家，然后就忽略了自己的自身安全。毕竟根据统计，光是去年6月赴韩台湾观光客就比前一年增加266.5%，签证条件又陆续放宽，现在的旅游人次数字势必增长许多。出门在外，随时警惕周遭海事上策。TVBS 新闻庄启源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